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第一届世界女子最强战半决赛。是由我们的郁之莹六段执黑对阵韩国崔金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于志莹啊，最近状态不错。她这是的。个参加这个最强战呢，赢了这个韩国的强敌崔金，最后她获得了冠军。没最错，后一是的。盘，这是半决赛，她决赛对了黑佳佳。是的，我是们的。台湾的黑佳佳，但是那个盘也比较顺畅。这她下了三盘棋都比较顺，最后得了这个冠军，获得了1000万日元的奖金。最近状态挺好，替他高兴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看这盘棋，好吧？这个黑棋，是这个于志莹，对，他是二连星啊，对。对，最近是比较流行啊，这个在这个流行的这个大高二这个手角，然后呢，这棋白棋就小飞，小飞。最近比较普通。于志莹的棋下的，他是下的比较属于比较快的，对，他反应特别快，我觉得，比较快，棋感呢不错，对，有奇才的一个小女孩啊。然后他走这个，他去年呢是在联赛当中下得特别好，对，但是他在外战当中呢，经常是输给崔金，或者是输给别的韩国的女棋手。这崔金呢，她是韩国现在目前1号女选手，也是我们最大的敌神。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她能够赢下崔金呢，就觉得很高兴，确实，而且这棋的内容也非常漂亮。这盘棋我觉得，可是崔金并不，不太发挥。不，我觉得不是很好发挥。你看，我们看这个棋啊，这个黑棋于志莹往这个走，应该这样的话也，这招棋也都是比较普普通通。白棋呢往前拆，对，然后黑棋呢，你看又拆二，这个比较正常，比较正常的一个下法是吧？现在下成这样，这都没有说什么。你一翘，它就两头张开，走个角，但是这里面还空着。以后不管是拖这个，它都是有棋的啊，它和这个还是不太一样，这个呢就实在一点。这个，下成这样之后，白棋走这个，像应该说现在下成这样的话，你有也许白棋的布局啊，可能还是不错，有可能还喜欢白棋呢。什么黑棋这样这新式的布局啊，你说它一定好还说不上来啊，现在很难说啊。白棋一间低加，也是普招，然后然黑棋后走了黑这个棋二这五个清分，二五清分挺好，这个招棋是最常见的。于志莹这个，当然你要走这个的话，他有可能走这一类的棋，这是老丁式啊，是吧？对。他走这个，走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靠一个，他可能会长，长，那么你一粘，他会拆三，这一类的棋，大概就会这么进行下去。现在呢，他这个是个好的一个手段，让白棋选择。最后呢，崔金是走的这个，这个棋呢，你总是要长，你不可能走这个了，走这个被他扳住，他长一个，然后呢，他是跳，这是也是一个普招的棋，他拖。拖在这儿，好，走这个，这都很普通很普下通，的哈，对，很黑普棋通，立下去，对，黑棋立下去，对，然这后个白时棋候，虎住，但是这个虎走了，这个走了，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这边先压住啊？砸这丁个也不可以，砸丁，砸丁也可以，这个，对，你挖了，这个给了，就我就打了粘没关系，这个就给你没关系，这进行的话。白棋的位置还都不错，这个棋你看，你要是拆二呢，我就尖住；你跳呢，我这棋拆二也都没什么，直接我跟着攻你的话，这个形状还是不错。应该说这样比较正常的进行，这个是挺正常的，应该是白棋还赢。那么他要去虎的一个，虎了之后啊，就说步调慢了，速度有点慢是步吧？调有点慢。虽然说这个角上黑棋没有活干净，但是现在不好动手。呢，对，你要这样，这样被他吃，这儿有双脚吃。是的，这个你不动不了手，你走这个被他啪啪一拔不行的。这暂时这个脚上还很顽强，能抵抗。那你，点一个，反正局部也那个劫且打呢，你，这暂时不怕。
那么现在虎了之后，黑棋啊走了一个比较飘一点的走棋，它是走的什么？它是它下的飞，飞一个。这个飞是不是比较少见一些，刘老师？虽然说少见，但是有这个下法。我记得是陈祖德老师比较喜欢的。哦，是吗？这个棋下了，他飞一个，给迷惑呀。走这个呢，就有点太中规中矩了。这个飞一个呢，稍微有点取向性的，让你选择一下。就我是觉得黑棋下到这个飞，好像局面还不错，还可以是吧？黑棋局面不错，因为他已经先手把那个角掏掉了，整体出头的方向也是朝着就白棋想成模样的这边去。他是想以后我这儿飞一个过来，他是这样做。对啊，这个让黑棋飞压到，好像白棋很难受。我想对对对对，这样那这个是子还动还是不动啊？是。所以他最近他是飞的这个行，这个感觉他跳了一个，他大踏步往里面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啊，走了这个之后啊，下一步其实白棋啊，我觉得这个棋砸丁是必须要走的。砸丁的话，下一步其实黑棋还不知道走什么，因为这有个靠段呢，有点难办是吧？你白黑棋怎么走啊？黑棋你总不至于走这个吧？啊，你要是走这个，那我也很高兴。这个棋应该说，我觉得这个吧，走哪个？摆一个，走这个。好，那就算走这个。我就下的坚实一点吧。这个棋总是说，他就这个是不是他就把度过把你？那只能度过了，这样那就这样吧。好，把这个这样。白棋比较实惠，这样。实惠。嗯。这样是不是？比较普通的啊，这个我觉得黑棋也可以接受这个变化，对，走一走别的，比如说这边怎么攻一个，这一单搞不清是不是这样走一个，这样是一盘棋吧，反正这还慢慢下，还早，慢慢下局面，这个是一盘棋，但是呢，白棋呢比较实惠的先捞一下，他实战的那个棋着急了，对，实战呢，白棋走的什么呢？白棋直接跨断。这个棋不好，这个棋有点太着急。被黑棋这个棋啊，这样的棋形就是，好像什么时候直接跨断都不是特别合适似的。即使没有这个情况下直接跨断打过，被虎下去也不是很合适。对，现在关键是现在这个形状，他走这个，他可能以为你打的话，他长这儿有冲，也许这个不，不见得好。但是他是走了个简单的，就虎了一个。这个把这个角拿掉就很好，因为现在你白棋走什么，你不能把这一打就通了，你所以走这个也不行，被他直接活了，这个也不好，这个也恐怕不太好，是吧？这个也不好，对，黑棋其实很简单，就是分而治之嘛，他把角活了，然后外面这个头就跳在外面。是啊，待会儿就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对，你这个棋他肯定往前跳，这儿又断，这都不是很好的棋。那么他实战他是粘的是吧？实战的单粘，单粘。但这个木就比较惨。单粘，但是被黑棋这三三一走啊，他角很大。对，现在黑棋长到三三。给他长三三，对。他活了十目棋啊，他还是觉得挺多的。这一下子把角给黑棋了，你在外面，关键这三个子你也没对他威胁特别大。他还三个子仍然是还是处在一个好位置，所以白棋有点不满意，他是拆的，对。那黑棋呢，他也没有去别的进攻什么之类的走墙，他就这么跳一跳，往前跳，往前跳一跳，然后白棋走一个，然后自己走了个小猴子脸，让他稳一点，这个他这个比较温柔一点，这个叫大猴脸，这个叫小猴脸。这样的话，就算黑棋可能已经拿个角也比较满意了，他还这个鱼赢啊，他下棋还比较注意这个均衡，下的挺好，这个对棋感呢，各方面还是感觉不错。下一步不走呢，我比如说这一类当然是也都是好点，所以呢，白棋又走了一个这个。他还是有点担心黑棋的会进攻他，对，因为这边这两个子现在还是有点薄。这个总是也是个好位置，对，里面角上还薄。这也是可以的，下这个还是一个均衡的棋局，应该下到这儿，这个白黑棋稍微的，温柔了一点，没有特别的往前，没使出狠招是吧？对，没有往前使出狠招，然后这个棋黑棋啊，下一步，的选点的问题了，下一步其实是后面的这个关键，这是一个分水岭，对对，这个时候黑棋往什么地方走？如果你
往中央走走，或者走哪儿呢？或者走走也都是有可能的。他实战是往着什么的？他走的这个是吧？对，这个过分了，过了，这个过了，因为他这个地方啊太厚了，厚过了，这个棋应该走这个，走在上面，应该走这个，这个棋呢，哎，你要是走这个，我再分一个，这个就足够了，这个黑棋挺好的，哎，这个厚给他就完了。这挺有意思。我本来不觉得他打入很过分，但是刘老师摆了这个之后，我觉得这个明显比打入要好。哎呀，这是于志莹，我跟他探讨，他说是应该走他这个，说应该走应这该儿走这个。啊，哎，果然确实，他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好。哎，这个棋呢，他有说他一直觉得自己形势怎么样吗？这个时候的黑棋还是都不错。我我也觉会，得他不这错，个时候还是可以，就是走这个的话，黑棋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平稳的进行。那个角，都是被活了还是很大。对，我也觉得是，他个人呢也是意见，这个呢过分了。这是他认为自己的这个检讨，说这个不对，这打入是不打对的，入是吧？白棋走这个先试一试硬手，然后呢黑棋扳住是必然的，然后呢他再来靠，这是一种手段，先走一个再靠，以后呢给你留着这个余味，对，这脚这上是味道会比较重浓一点。一种战法，没错，对。因为你如果说让黑棋走后了再靠的话，人家可能就硬吃你了，硬法不一样，是，所以说他先靠一个，给你先留点靠，味道在那里，这个是一种这是适应手招一法，种手法，是的，然后你这个棋呢，黑棋对，尝一黑个，棋尝一个，那就它必然是挡下挡住，来，然对，后冲，冲一个，再尝，再冲上来，对，这个时候白棋啊，它是直接断的。他是担心，他说他长以后，假如说被人家再走一个，他是觉得他断不着了，还是怎么个意思？应该长。我觉得这长还有什么好想的吗？肯定对，是先长出来再这个说。断呢是，其实长一个没有什么，这个都是必然的，假应如该说长的话，黑棋会跳吗？可能不会跳，跳的话可会给它分段，有可能，中央担走一心个，有所担心，比如说这一类的给你分段，中间隔开这个战法也有所担心，因为下面它有回家。这个棋好像，是黑棋有所担心的，那如果说不跳的话，这个子他也不肯就这样死了大呀，概可能走这个走吧，得远点大儿，概是这样，这个比较保险一点。那，黑棋这个时候断，白棋这个时候断也来得及。对呀，这怎么也得先尝一这个时候断呢，有可能对他是个考验，你敢不敢下，吃我？比如你要吃的是要这样，要狠一点吃。这个棋呢？就是说，白棋这么下的是一个正常，至少给黑棋有难题，黑棋要面临着选择。那么现在呢，这是比较正常，是一盘棋吧？它断了之后啊，黑棋这也是一种它气势啊，它直接就搬了，它都没看，他肯定没想到他会搬，会脱直接不，线。它是第一感，它觉得这个棋你为什么不他长？对他觉得你这断，你根本就是个后手，那边哪有这个扳大？它这确个实气这个和。扳太大了，我觉扳它主要和中央这个棋还薄，这个很重要。是扳的。是，一下子呢，这个棋呢，你就要面临你这个角怎么，你要是让你来处理了。这估计也是快棋的特点。如果是慢棋的话，估计这种事情应该是不太会发生扳一个，这的。是于志莹啊，她说我当然也是气势上直接就走了，气和就没后面实际上都没有看，没有仔细看，是的。这是一种棋手的这个素 质。他说，对。哎，这个先扳了再说，这是后这个面扳死了太再说。大了，就是这个角，你出棋能出一点就出一点，也没什么大问题。但这边明显比角上要大多了。这不管怎么说，先把大小先搞清楚，哪边重要。这个棋呢，你看后面的棋啊，这个棋下的就有意思了。它是直接就这么打了粘上，被他这一夹呀，你如果再下来呀，被他会有这个吃，因为这个吃呢，被他一走这个，你不能这么吃，这么吃就气不够，你只死能这了，样，这样，但这样看白这棋也很样凶的险，话，你白棋这个棋啊就很危险。路也还找不着在哪哎，对，这个白棋这个很重，在这个地方给我作战，这个是肯定白棋不好。那么现在呢，这等走到这个时候啊，然后你再打，结果把黑棋收手了。所以这个棋啊，就是如果不收手的，应该先打，你对呀、先打这个就打得着了嘛。他的次序肯定是不是下对，对这个棋呢，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再走这个了。如果你再走的时候，我打着了之后我就走这个了。
对，走这个我就把这个吃了，这个棋当然是白棋比较满意的。没错，那比实战强多了，他比较满意。嗯，是这个棋呢，就我你能多送我都打着了。嗯嗯，这个时候，哎，对对对，他单打被他一夹的时候不能下来了，这个时候再打的时候，黑棋来了一个收手了，回头了。哎，你走这个被他一贴，他是白棋本来想必然是走成这样，嗯、结果等他一走这个再打的时候，他一回头，他提了，这是必然提一个。他扳住，对，嗯，我觉得这个黑棋挺不错的，主要是这边抢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扳，关键在于这脚让他活一点就活一点，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白棋打下去，但是这个棋啊，他、这个棋这个挡，他是实战这么走的，走这个，走这个，还住，被这一打，他还去走这个，缩回去了。这个白棋下的错了，白棋应该。你至少是直接走在底下直接走啊、哦！你走这个，我这不是就活？你少打了啊、哦，已经活了，啊、已经活，这不是就已经活了啊啊、哦！而且插一手棋等于说，对你不是等于是他可以团在这儿活，这样团了不会这个被挤了，并不那个挤他作业哎，对，这个棋就先断一个吧，哦，单断断断，你也是走这个，他就把这个活了得了，嗯，这样呢以后这个地方多出一个段，这个地方味道很多，是哎，比如说这个。是吧？嗯，这都有各种手段，嗯，是吧？哎，这都多出很多的，它的这个多出一个段，有很多味道，嗯，是吧？这个棋它实战等于什么了？等于这两个地方多出两个被它打着了，嗯嗯，更别说没有断着了，实战就走成这样。对，是的。实战我们把次序摆清楚啊，他一提。黑棋扳扳住，然后黑棋挡、嗯，白棋挡，他小尖一个，小尖，嗯，然后他团住，黑棋被打一个，他就团住，是的，这个棋就你虽然是活了一个角，嗯，然后又被他打住了，亏了，实际上是白棋亏了，没错，我会虽然活着个大角，实际上在白棋黑棋落先手，嗯，黑棋小尖一个，黑小尖。他还吃的很大，不要以为他是什么扳住什么跳在这儿都不是。实际上黑棋这个时候走这个即可，哦、走这个即可。你用你扳这个中间啊，你基本上都有联络了。嗯，哎，你的这个棋以后你要是飞过来也没关系，这个棋，他或者往这儿一爬，或者这个棋全局已经黑棋好了。那我也觉得黑棋不错。哎，这个时候这个棋应该跳这个，嗯、应该跳。觉得这个小尖有点狠了，是吗？小尖狠了，小尖呢给白棋实际上是有机会，嗯、他是扳的，对吧？扳他飞一个，飞一个，他是希望是吧？但是啊，你打完之后，你要走这个，那我太高兴，你下不出手，这个你下不出手，这个这黑棋是最希望的。嗯，你就算回很已经回去很难了，这个就算回去已经都被攻得惨不忍睹了。没错，这是黑棋最希望的。嗯，所以这个棋啊。哎，下成这个的时候啊，他实战是走这个，他是单飞了，单飞一个，他是单飞的啊。啊，他希望黑棋把它断掉，单飞可以走这个，所以黑棋还是下的挺好的，我觉得。当然，这个联络了，对他连上，这又再打再粘上、嗯，这个白棋扼手，这个方向啊，虽然和这个差的有限，但是方向已经不对了。嗯、这时候白棋应该这个是机会，应该走这个。嗯正过来，哎，应该正就先把它断开，哎，应该正好的，把人家联络先给断开，我把它先切断再说了，哎，你尖这个，我就走这个，嗯，走这个，走这个，切断为好。这将来以后这个靠住，哎，对，这边还是有很多目的，对，都不用先不用动了，这个棋先把它断开为好。你现在黑棋往上走，不管走什么，我都能攻着你，嗯，你走这个我就这么攻，嗯，你还走什么？走这个或者走这个？哎，就是这个棋都是不清楚，这个棋，就是说白棋的下法就太多了。嗯，哎，它往上走一走，这个地方都是你有保卫，你都要最后都要付出代价。白棋就进攻了，这样的话，于正说，他说如果被白棋这么下的话、嗯，他就觉得还很难说，还很难说。为什么？他原因就是这个尖有点财迷了，应该跳，应该跳在外面，跳在外面就已经优势，顾全大势，哎，就已经是优势的情况。结果一尖呢，有可能被白棋反转。没错、嗯，就看着底下木虽然是吃的很大，但是中央这一带白棋多了这三个子以后，就对这块棋的威胁大大的加重了。而他这招棋就基本上是就又回来了，就没有给机会了。
对，这个飞棋过被去。你走成这样了，嗯。黑棋联络了，白棋呢？你在忙活这一块了，你再去忙这个了。嗯。你一忙啊，我黑棋怎么攻你啊？那都是我的，随便，我就是我的方案，我随便走了。嗯。我攻的你惨不惨，都是我怎么安排的问题了。嗯。这个棋就基本上就他的就不好办了。嗯。白棋啊，白棋，你看他的方向不好走了，对，你只能去忙这个了。忙这个你怎么忙啊？你要往前走，嗯，那这个棋太难受了。白棋自己没活，现在这后薄就完全是逆转了，完全逆转。就刚才我们看的，白棋这中央摆三个，就是对，先把人家分断，对，然后把黑棋装进去，对，这个是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步棋。嗯，这个棋基本上就在这个时候啊，就是一个形势的分水岭。嗯，你要走在这儿，这个棋还很难说。嗯，你走这个，被他一走这个，你看后面的走势就不一样了。你现在白棋走什么实战？你看他又的。不得已在这个地方去靠断，这个地方打仗啊，就已经你又都算我们叫做是啊，叫脚后跟了，用的地儿不对了。刚才正出拳的地方没有出拳，对，出拳的方向就有问题了。哎，这样一走，这个棋呢，这被的这个时候你割断，你看你的跟他作战呢就不是味道了，不是就是说就是你这个出拳就是用的力啊用不上了。而且这人家这儿多了两个子以后，这块棋的这个棋形眼位都差很多很多。对，本来你要一阵呢，你得让他去忙活跑，现在被他跨断呢，你白棋也很薄，他走什么呢？觉得本来是应该压一个，压呢黑棋可能也只能这样，是的，哎，它是长的，这个地方被他一断呢，你这个打了之后也没啥用了，出不来啊，出不来，被这一吃也吃断了，那么他还去粘一个。回粘被他这一尖，这几招交换不理解，这个白棋也这个棋也不要走这个，嗯，这个不要交换，至少我认为就交换就亏的，要么这个棋也应该压一个，嗯，这几招交换我认为这也是让黑棋很舒服，嗯，这黑棋太舒服了，然后你再来攻这个是吧，主要是我觉得白棋中央啊还是很薄，所以这一线呢，他是下了个大飞，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招法，说把黑棋，这是攻成什么样了没有？现在啊，他是你这么一走啊，你看黑棋的走法就不一样了，你走这个，他走这个，是吧？黑棋这棋形的处理，这里处理，我觉得他处理也挺好的。他这个下法是有什么手段啊？你这个走完之后，黑棋有办法了，他一靠是个好棋。对，怎么说好棋呢？你要走这个，我这上面搬，我撞后，嗯，关键我这个地方有棋有连搬，我这儿多出两个子啊就不一样了。你它是长的，我走这个是吧？假如你比如说走这个或者走这个是吧？嗯，我这个地方我就直接把它搬断了。对了，这就直接搬断了啊！这还不是黑棋自己做活的问题，他是要直接给你留下来了。对，这样，嗯，这个棋你就麻烦了。是的。这个你哪怕在这里也行，他这不管什么，他总是他有利用。即使如此，你白棋就没办法了。嗯，这就崩掉了这白棋。嗯，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说你这个跟这个交换被人家这跳都先手，这白黑棋下得太顺了。像是这样，你不是攻他的问题，你自身有安全。没错，这儿有这个连扳，它有个扳断。对，嗯，这个黑棋就这么一贴，它在这儿撞两下。它刚才这个贴，这走在这儿好像也看着太松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啊，有点松。这人家基本上这里有只眼，那靠一靠，这做第二只眼也是很轻松的事。所以我就在想，白棋有没有什么好的攻击手法？这个白棋他，我就说这招棋。就不是交换就损，或者是这两招棋，这一连串的下法，白棋都不在位置。嗯，下的不太对，下的不太对，对，这个棋就使得这个棋局就不好办。嗯，也许啊，他可能这个崔京啊，他想什么呢？他本来啊，他是想。这个地方，他想在这个地方，他想怎么样，还想这个脚，他主要是一直在瞄着这个。嗯，你比如说有个跳什么之类的，哦、啊，这儿有过来什么，哦、这儿有个点、哦，他一直算这个。哦，算的有点过了。
哎，这就算得过了。这个棋下成这样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哎，这个棋有点不好办。嗯，可能崔京看到刚才那个一路跳呢，想着这个一路还能二路还能大飞进去，对，所以那个地方呢，他是有一些想法，这个想法，但是好像也没能实现。但是这一代的攻击反正是完全失败了，被黑棋处理得很成功。对啊，那么接下来这棋白棋要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一届世界女子最强战半决赛，由玉芝莹、执黑对崔京。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黑棋刚刚靠了一个，然后长贴住，就觉得这块棋确实是已经攻不太动了。而且刚才刘老师摆的这个扳的连扳非常的厉害。对对对。这个崔京啊，是韩国的现在女子第一人，是吧？没错。这个、对这个。我们这个于志莹现在也是排名女子应该绝对的第一人。嗯，他们就是在中韩的各自的等级分榜上还是崔京靠前一些，他是已经进入前五十位了，就是整体的男女是混排的，就整体的等级分他是第43位，相当强。于志莹在中国是第67位，但是不管怎么说都已经进入前100位了。但是这盘棋呢，我看这个于志莹下的发挥挺好，崔京呢就下成这局面他很难办。现在他是什么呢？他是靠的这个，他一长他一贴啊。对。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连扳，你通常的一般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呢，你被他这一连扳呢，就给你扳断了，你只能打这个，对吧？对。他粘这个，然后这个子怎么办？你打这个呢，他就往前长几颗。我觉得他唯一的下法是不是只能跳刺？哎，跳这个，跳这个呢，他就往这儿走。对吧，冲过去，哎，冲他就顶一个，这好像也不行啊，这冲断了被冲死了这儿。对，他这一冲你就不好办，已经掉了，你走这个，那他有这个，那边一口气全闷死。对，他是这样，他就这儿有一个闷，一口气闷，是吧？对，就完了啊，棋筋都吃掉了，那不用谈了，这就完了。所以这个棋呢就有这几个他简单的算路啊，就把你拿住了。像这个连扳是不可不防的。对，所以这招棋虽然很大，没办法，他不得不走了，他冲一个，为了防这个连扳，只能回手。但是你这个棋让黑棋这一连扳呢，这就没法看了。这一连扳你走什么？就变成白棋这块棋不活了。你本来攻黑棋呢，现在自身要忙着活，活起来有点痛苦。你不能跳跳被这一扳怎么办？然后他是你走这个也不像话。对，这个棋走什么？所以他还往下立，往下立这一点，这个形状也都不好看。反正这不管是走这个，都是很难受的。不是自身的活的问题，还是个问题呢。自身呢，我怎么觉得活起来都有点辛苦？对，有点辛苦的感觉。他跳了一下，是跳是前手是吧？哎，接上这个棋，要是对他不客气，真的是要。他要马上做活的问题了，他是走的，黑棋把这个挡住，其实他现在呢也不用走特别细线，他是顶了一个，顶一个，走的比较稳当，对，其实这里面走得稳当，看着也不是很干净，我觉得这个是白棋这块棋里面活嘛，要活起来都有点辛苦的感觉，费点事儿吧，我觉得他可能还得靠这个挖毡之类的活，里面就是局部是不活，即使活也很辛苦，对，是的，所以你这个路你没几格路了，他主要靠着挖毡呢，挖毡有个冲，自身的一个弱点，但是挖毡也会损及内面，没错。那么现在走成这样呢，黑棋他说我只要活了，他已经把白棋那个破的也很惨，然后还逼得你活，就已经他满意了，现在黑棋白棋的虎一个实际上是想让你去做眼呢、或者怎么着，再逼迫你做眼。那关键呢、他还有招呢，他想瞄着这头。实际上这个棋啊，他最初的想法他就是想这儿有个跳，说我这面有回家，这有这个手段，然后这面我有点，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很微妙的棋。点一个的话，他顶住呢？他大概走这个吧。刺，我没觉得这个角就有什么问题啊。角上很复杂，非常复杂，非常复杂。我看了一眼，我觉得跟原来有什么区别？点这个，他要么先点这个。先点他顶住。顶住。那么再跳一个。跳一个，假如说我刺尖呢？他是不是？顶一个我就粘上。哦，这个棋是这样的。
这样的棋，我没看出来他有什么招啊，他在单拖吗？这个棋是怎么回事？单拖呢，我只有打下去，打下去然后啊，您断打是断吧？打。哦，那当这样然倒应是该不有行，棋是吧？这样倒是不行。应该也有棋他如果吧？算他这个能挤到的话，就不知道算怎几么道，样。算几道。这个棋，他所以他先应该是他这个棋应该先单点，单点，先试他一先下试，是吧？哎，如果你挤呢，他就大概虎一个，哎，大概是这样。走这个呢，大概是就是一个打劫的问题。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基哦本不，功。先搬这个吧，啊，对，搬这个，搬一个，否则被他立了。走这个，哎对，走这个是立吧？了立一个也，活吗？不活，这个是挺复杂啊，的不吧？活，不活，是的，是的，哎。是这样吗？对，是的，这局部是这样的，就是他白棋可以挡先这个挡掉，啊，挡这个，然后他投一个，挪下然后去，搬这个，缓一细节，对，是的，大概是这样。哎，对，缓一我会细打节，那个，打那个好一点，这个缓一吧，细节，是吧？哎，那如果你说不挤，你说走这个，然后他再跳，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有棋，他如果那边飞回去，那还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棋，全连回去了，对，黑棋要这个死必须了，要防在这儿，然后这个棋是不是还是有点问题？这好像看着黑棋是有点问题，这至少有打劫吧，反对，正，这个棋呢，最后这崔京一直在算这个棋，但是呢，他这个棋被这一虎，他一虎啊，然后黑棋走的什么呢？挡住，挡住，补了一个，那他是眼位求的稳当一点，他没忍住，直接就来了。他这边再不动手，他是控损惨了，这被黑棋全部下去了，这边本来是他的木，这就全破掉了，对，他这个，但是这个有点着急了，这个棋可能还是应该点。单点是这个吧？棋走了之后但啊，点完了跳一个可能好一些，这个棋啊，你不成立。关键在于不成立。你他看他虎很吃这郁个，闷的，打差一吃，点儿，差一点啊。你看我差们一这点个走，儿，就硬吃，他也差只点有儿，这硬吃了，粘住，然后。这个多了一个眼位，又更丰没富了。错，这个粘到很舒服，黑眼棋，位又丰富了，他把这个加吃住，到，再加到，打对，吃，打吃。他现在是立了之后，让你来吃我，白棋先打了一打下一个，他要粘上。对，然后又这样了一下，对，这个是黑棋必须补的啊，这个要补，你不能随便来这个吃啊。这个如果这个吃，白棋有这个棋，棋精通了，真的，就说你吃这个，他吃这个。他这样，他先手过，等于对，说，他有这个，这已经把他吃了，这不是棋那个什么的问题，不是说做活的问题，对，这个他是要棋，挤死你的，这个不可你以，只能搬一个打劫，那这劫那太不行，重了，哎，这这个劫打输这一扑脚也死了，这，不可以的啊，所以呢，黑棋补是肯定，他现在形势优势，他用不着吃棋。现在你白棋呢，如果你来吃我，或者走这个，不管走哪个，啊，他这一接呢，是黑棋杀白棋了。没错，这气是黑棋眼场。杀你白棋，对，你点的时候，我只要挡在这儿，就是把眼做出对，来就可以。眼杀白你棋了。提掉的话，反正我也是做一个让你爬。对，你如果提掉，好，那我做一个，让你给你爬。爬一个，我再一挤，你就眼杀了，对，是吧？肯定是不入气，这不用看。对，那么所以你这个棋吃了半天，你吃不着，那么自身呢，你的一路棋得给我回家，它是回家他的，只能这样捡回去。然后黑棋活掉。这个黑白那棋，这个转一圈啊，你只是吃这两个的话不便宜。总共成了七目棋，黑对，棋脚上五目，是亏了，本来那脚就不有便宜。棋，本来就是有棋的。对啊，这个棋还有个死活问题的。是啊，可不是吗？现在白棋也要注意死活。现在的白棋走什么？白棋白棋。肯定得拼了，这如果再补一个，这控是铁不够了，根本就不用比控了，已经，所以他要掏到这儿哎，去。是掏的，不是吧？白棋，哦，已经掏了。对，他是他掏的现这在掏了吧？个。哇，这只现掏在，脚。这个够狠的，这个好棋，因为你单点呢，它会挡住。对。他走了这个之后啊，他再来这个。他这里面肯定得想点狠的招了。对，这个棋呢，你要挡它能够扳住，他是要这样，最狠的所以下他是法。飞的，飞的也是尖，那他就不，贴起来。对。这个挺大的，这个这个掏很的大，还是把这个子吃了，对，这收非获常非的大，常非常大。大。跟黑棋手一个相比的话，一进一出起码20多目了。对，这个非常大。然后把黑棋稳当的扳住，他对，跳一个，
是吧？嗯，这个白棋收获不小，没但错。是呢，这个棋啊，他要忙着要那个什么了，他在这个地方，他一冲啊，他要占的便宜。因为这个棋啊，你在忙着做活，你走这个不是眼位。没错，他这一挤啊，这个你，先手，你只能往这儿走，对，他要这吃你，不他能能，被下这个去。不是个眼。对，这两个，所以白棋这个做眼呢，还要小心。还要小心呢。如果你说我这一走，你这不这一挤，是不是就很麻烦？反正这局部我觉得是肯定不活，对啊，这个没有活。局部是绝对不活的，只是他要靠那个这边的他袜这针，靠着袜他只粘，能是靠袜对。针。如果你单腿被一挤啊，还真的不好办这黑棋其实是没有下狠手，黑棋如果下狠手的话，他可以先靠的。了。哦，这样。然后断一个。他如果说长到这一下的话，那底下已经不活，这一长是不是受不了？那拼的，对啊，这个这长怎么办个比较狠，啊？是这比较狠，这个下的比较狠，这样狠。反正但是这个长是绝先这是嘛，先生，所以对，这黑棋这黑棋里铁眼就是铁眼都用不是，着这么狠，他其实也用不着，如果说这棋可能差不多，或者说比较接近，也许对，是黑棋差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他肯定可能他要这么靠上出去，手了啊，对，他肯定靠上去。他实际上他就用不着，这个棋它是挖的，对吧？他这个黑棋先尝到了一下，先尝一下，然先后尝一下，黑棋冲，冲，这白样棋现棋在比较挖挖。一个，你要黑棋这个时候啊，他是认为自己形势不错没了，错，的是的，确现在呀，要走出来的话，这个应该是盘面10目都不止，十目朝上了，我觉十得。几目或者更多，他这个棋就只要不出乱，他这个空多的很多。而且这棋呢是，虽然你这个走了占了很多便宜，对对对，你要是出手，说不定这个都有可能出手的话，都有可能行，都是有可能的，没错，是是的。吧？你看你这个棋，走这个白棋，我都不知道他走哪儿，走这个，这一段这断都是有我可怎么能觉的，得已经死走这个我也有可能断你，了？对不对？都是有可能的。急打的时候他可以，翻在外面，对对对，都是有可能要出手的话，你都有可能很危险，他就用不着了。他走这个呢，其实挤一个都是也很危险，但是他觉得这样还是比较稳当。就这棋呢，那因为个，是在日本举办的比赛，所以这棋是贴6目半，对黑棋又有利了一目。有利了一目啊。是的，现在白棋是要冲冲的，过来了，对，他是顶住是吧？对，往断外头掉，吃，对。还拖了一现在倒是白棋正好活，个，正好活，因为现在他是走的这个，是吧？正好是活了。我是觉得他为什么不先把这个长回来呢？对，是先手，这个棋不是他挤，就就单单长缠回好，来，因为不走，我这一走就死掉是啊，了。你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死掉了。没错啊，对啊，这就没有眼就位。是这个意思。他是担心白棋还会跟他拼命吗？还是什么意思？不是，他觉得这个也可以。没必要是没吧？必要，不，倒是这个是先手，是可以走的，是必然先手，走这个先手，所以他先拐一个，他是先拐的，对吧？是先的。拐呢，他认为你走一个，我再走，这都顺理成章，结果被逆收了，对呀，非这常有点大。心疼，看着好不像。不，这个棋即使被逆收也没关系，不存在关系。虽然这个逆收相当大，我们看，而且是他搬了虎还先手，他实战就这么下的，对吧？对，但是是的。这两个也是不错。因为也破这了个也白棋很不大。少，这个如果说黑棋它不走呢，也就是白棋可以先手加一个。对，可以加一个，它有可能先断，断了打吃，然后这样收是不是好一点？对，因为如果说先手加一个的话，还是担心它会被扳进去，是，好像。那白棋这个也很稳当，也很稳当。你要走啊，你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走啊，你也可以走，本来就算给你的，结果你没走，我就你收一下算了，再拖一个，他走然这后拐一个，这个是啊，左手。其实都一样啊，左手拿右手拿都可以，都是可以的，确实，反正都能拿到，这个没问题。打吃，打吃，爬回来，走这个，他走这个，是吧？然后黑棋是走的，白棋补回来。这个时候就是说，从控的角度啊，一个没有什么，你知道现在这要稳当的走，当然这个先手收啊，目相当的。
他是那个搬了一下，白棋先搬了一下，对了，这个是绝仙，绝仙。所以我刚才有点心疼那一下，我这很想把这个先收了。哎，对，他搬了之后虎还先手，他是虎了吧？他没有直接虎，过一会儿再虎。过一虎，对。他搬完了，他先煎回去，对，然后黑棋。黑棋收的挺好的，黑棋收哪个了？这个打拔其实也挺大的，打拔也很大。嗯，这等于说是逆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目逆手。他都给了，嗯，给了。他是飞的，他是飞的这个，他是担心呢，你这什么这种感觉以后还有这一类的什么，就是给你搞一搞，有点看不清是吧？对，反正是这个也很大，倒是飞一个也是相当大，只要你冲不断我，就可以了。而且这有厚薄关系，非常的大的，嗯。白棋贴一个，贴一个，他长一个，长，嗯，因为这个地方寡，这个棋我怎么觉得还有问题啊？这一走就是说白棋它很有问题，然后黑棋这一带很容易成空，对。他如果说接着往上贴的话，我觉得黑棋，哦，这个也不小，不是这个也不小，这个不小，就点一点，然后走收一收就行了。这个很大，嗯点这个，点一个，比如说他接上，这个都很大，全收住了。这个就没有，他这个棋也都没那么大了，哎，这个棋黑棋这个下的，我认为啊，他还是步调啊。节奏掌握挺好的，挺顺的是吧？觉得挺好的啊，我也觉得黑棋下的不错，这下的不错，是，而且我觉得他收束这一块是他的强项，强项，对，基本上他的收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非说他每一个都是最正确的，那要倒也不至于，但基本上还是大面都是正确的。他像这个飞了长，就是看着白棋的这个整体的薄味儿，薄啊，他要要挟你一下，这他这下完，你要马上这点就是让你很难过了。而且他这木顺带也收了，对，中间你看不走，这一尖你受得了吗？这不是这一拐，这马上就飞了，飞断你了。对，反正这个地方能破的你很难过，是吧？白棋实战是搬了一个，他搬了一个，在这好打一个，正常顶打。那白棋为了补中间的薄味儿，没办法，只能把木卖了。对，这其实挺心疼的，心疼。那个，这就是正常的时候，其实关键还不在这。这个时候黑棋优势力然，没有，没有什么好，就说是可以能够，就是说找什么翻盘的方向，我就找不着，是吧？就是说你当然黑棋如果顶了，让你补了一个这个先手，而且这个那样我赢的更多。对，现在可能盘面十几目了。对，我也觉得是十几目以上，差距挺大的了。差距大，因为黑棋它比较厚，白棋的目都是有限。但是白棋它是走，它飞了一个，飞一个大，这个棋被点一个，我就一直觉得这个。那刚才应该先点掉是吧？点掉，很想点，点着就差很多。现在呢，你走飞一个就点不着，而且它还要王者还之前还要跳进来点黑棋呢。现在黑棋啊，你要是说。走得狠一点，我怎么觉得这个棋，他还要给你那个什么？还看着白棋呢，是吧？哎，对。他其实他拐完了之后，这个是绝仙，他一长，你接上这一跳，这不这串都已经断进去了吗？对，这个就明显看得很明白，真明白了，特别很明白的就把你断进去，而且你这眼一只眼都不知道在哪儿，别说第二只了。对，这就明显断掉了。他飞的时候，黑棋就是拐了一个，拐了一个，拐在这儿，这个棋对，那白棋被逼无奈啊，他得往回连在这儿。走这，其实这个棋你要说黑棋来了，从木的角度来跳这个可能还更好。你不走我这个一下子就两下就断掉了。你要跟着走这个呢，我就跟着走就行了。这个棋走就行，用不着拐。可能或者这边煎一下，煎一下让他难受一下，对，也可以，对，这样也可以，这样的话就已经没问题了，要是黑棋这么下，可能更加的收的空啊，可能更多，这样跳这个还更好，他这个棋下的就可能有点随意了，他拐，白棋煎在这儿，煎这个有木的，有一点好呢，他这儿拖过了。哦，直接就拖过了，他拖过了这地方，过了就是底下大家长了，跟白棋跳下相比的话，差不多差十目棋的样子。他就是这个棋啊，等于是这样啊，你走这个怎么叫拖过呢？冲我就走这个，然后
如果你我随便打一个吧，打这个我就打，接上，那就全部死掉了。对，这不能提，提了被打死了。对了，如果立呢也不行，立他接回去就行了。对，哎对了，接住就死掉了。所以白棋打底下也一样，黑棋也是打，也是打这个，也打这个，也可以，区别没有，都是一模一样。打这个就正好吃着，你白棋没有办法了。是的，粘哪个都走哪个都不行了，一气干了，一气干了，走这个也一气干啊，一气干了，走这个也一气干，是吧？所以这个，所以他这个就是拐了一个之后啊，就是，期待着能够拖过呢，就看得清楚了，是吧？这个目看得比较清，实战就这么下的。对，他拖完了之后，白棋虎了一个，虎了一个啊。这个角上，假如说不补的话，不补的话，这个棋是不是有是这样？你要走这个都没有什么，因为他走这个他断一个先断啊，接上，对，他有一个、然后打掉，这没有啥意思，挡住，这没啥意思。对吧？这个不行。那么他可能是搬这个吧？我想搬这个，白棋啊，单搬，搬这个，搬这个，挡住。这是局部的，就是说，假如说是这样的情况下，他是点一个是进死。对，这样的棋呢？这个不行，这个我不能胡说八道。这个还有点区别。不，这个不死。我本来以为是这样铺一个，然后现在发现他到这儿就在这儿也，这个不死啊，那只能这样。点这个，点这个。这个棋形有个打吃的情况下是不能点的。应该点这个打劫。点一个是打劫。就是形状是这样的吧？应该这样。他可能会打这个，但这个劫也是白棋很重啊。对。白棋很重，也没什么劫。应该是这样。是吧？对。如果白棋的话。如果黑棋这个时候脱先的话，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走一步，打劫就打劫，应该说是如果形势不利的话就会这么下。我觉得也是，假如说这个外面有一步很大的官子，比如说你补一个被人家抢官子，你觉得这棋收不赢了，那你肯定先抢那个再说了。是，这地方打劫就跟他硬撑呗，而且白棋打劫就打劫吧，白棋劫很重啊，也一点也不轻啊。我觉得这个棋就这样尝尝。打劫就打劫吧，而且这黑棋本身劫就有两个，对，但是他是补了一个这个，对，补这个呢，就是特别的，就是说我这个自信我就空多很多了，是这样吧？他肯定是觉得自己赢了，这个里边实际上是没有棋的，没有棋，他不搬了有个打劫吗？就是打劫，就是如果不打劫的话，没有什么棋，里面是没有别的棋。局部因为他这个搬是先手，所以没事儿，对了，本来如果说。如果是这样，是后手，如果这样，那当然是要补。为什么？这是个井盖沟，就里面你有一个井盖沟。对，这个就麻烦了，只能做一个。对对对对对，万年劫。这个麻烦了，这麻烦了。而且万年劫很讨厌的是，你还补不掉。这个脚上死活，很麻烦。其实这个棋要从这个实战，如果是对等的差不多的话，干脆就还是想抢这个。我就是还是想抢这个，但是他是补这个呢，就彻底干脆就。你打劫我先断掉了，断掉了。他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啊。对，然后跳一个。这个比较老实，这个就他觉得这个形势啊，就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了。他实战是走什么了？白棋跳一个。跳这个。把这个粘住了。对，粘他搬一个。搬一个。再粘，粘上，粘这个，被给白棋便宜了。那搬粘那个，粘那个黑。他把这个打了。打我的粘上。对，粘上，然后白棋搬粘。搬粘是先手，对吧？对，这个棋打粘，打了粘手。这就基本上都没什么大棋了。这儿中间还可以再走走。他就是这儿长了一个。长了一个，他搬一个。单搬的。单搬。长的话，他可能会打这个。对对对对。是吧？他是搬这个。搬这个，他也只能挤这个，要不然提掉被冲回来了。对了，这个棋它是粘的，它这个棋就跟着走这个，粘住，然后黑棋粘上，这个棋它这个棋啊就已经没有再继续了。他如果说他要收的话，大概是这个，大概都这个，这个棋就收目了。对，收目，大概白棋可能。不是黑棋啊，要么提这个，或者搬这个，把这提了也可以，提了也挺大的，也简单，
这样的话，就是盘面应该说是实木肯定不止了，不止，我觉得盘面十几木，对，十几木的样子。这个棋呢，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官子，就已经都是小的官子，没有什么可以翻盘的机会了，这都铁活铁活，没有机会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崔京最后就他也不抵抗了，哎，不抵抗了。那么这个棋。应该是确认应该十几目吧，没错，这个是我觉得十五目好像都不止，不止十五目，不一定，不止啊，这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确实，而且这个地方黑棋都没有说是，不，他这个用不着了，我下的就是简单一点，我就这样粘上都已经把你这底下那个子已经掉了，对，就收的简单一点，这还是他把这个提掉就算了，对，是的，厚一点，对，这棋就是说前面呢。最关键就是中间这个，没错没错，作战，作战这个中间，如果能够白棋来把它，把它断开，这个攻黑棋那样的，你的全盘就掌握主动了。结果呢？刚才刘老师说这个飞呢，就觉得差一路很有问题。如果正过来的话，这棋至少还是挺难讲的，对，是吧？因为飞一个被黑棋飞过来之后，好像之后。就没有看到白棋有什么之后在这个地方来作战的干什么挣扎的那个地方啊，就已经不是在主战场了，已经失去了他那个战机了，没错，是这个意思。这黑棋后面我觉得还是下得挺清楚，很清楚明白，就没有给白棋什么机会，机会，对，因为快棋其实后面是很容易打勺的，我很清楚，因为他必须得头脑清醒，然后计算很清楚很明白才行，要不然的话，一会儿你这棋就下得不知道在干什么了。这个一定下得比较好，这盘棋啊，值得祝贺。对，我觉得最近这些小鱼状态是越来越好，但是，就是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的柯洁好像状态不太好，需要加加油了，好像。好。那么最后呢，这盘棋呢，就是之前我们也告诉过大家了，就是执黑的郁智莹是中盘战胜了崔京，并且在决赛当中赢了黑佳佳，夺得了这个女子。最强战的冠军，好，祝贺他。好，那我们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